大家好，欢迎回到谈古论今，我是老潘。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Scroll 的空头啊，Scroll 是这个 zkEVM 的以太坊的要吐网络，第二二层网络。这个 zkEVM 呢是慢慢的火起来了啊，估计要在等他们发币之后呢，在这个以太坊的生态起来之后，这一币可能会往上大涨一波，所以我们来搞一下这个空头。 那这个 Scroll 这个项目呢，是获到很多的这个 VC 来投资的大项目，所以呢，呃，相对于其他小项目来说就比较安全啊。那要做这个空投，你要首先要保证你小狐狸钱包里面的以太网主网上面有这个以太坊啊，呃，因为它现在只能从这个以太坊的主网上转过去，从其他的二层网络现在转不过去啊，所以呢。 呃，要保证它在以太坊的主网上会有一定的这个以太坊。那么我不建议用超过一个以太坊的资产来做这个空投啊。呃，所以呢，大家量力而为。呃，虽然它得到很多 VC 的这个投资，但是呢，呃，你要保证自己资产的安全，就不能用太多的资产去做这个空投啊。呃。 那么我现在是暂时先放个零点三个以太坊过去，嗯，呃，做一下这个演示。好，首先呢，我们要进入这个 StakeStone 的这个网站，然后要连接这个钱包啊。它这个呢，目前必须 <coughs> 从这个。 以太网的主网进去，所以你以太网的主主网上面必须要有以太坊啊、嗯。好，点这个就连上，连上以后，这是显示以太坊的主网。<coughs> <coughs> 我发现它也可以从 Base 进去，是吧？也可以从以太坊、BNB 这些都可以进去。OK，那我现在就从 Base 进去，是吧？你也可以从以太坊上面进去。如果，但是我看看它能不能从这个 Base 来转啊？从 Base 来转的话，就比较应该比较便宜。嗯、呃，那现在我连了这个 Base 的这个，呃，然后现在我点这个 Sign in to continue。 小狐狸会跳出来让你 sign 啊好，好点这个 sign。好，然后这里就会显示我这个推荐码啊，必须要有这个推荐码，然后呢，点这个 Join Now，好，然后进来以后两个任务，首先你要 Connect 推特啊，连接推特，点这个 Authorize App。 然后应该就搞定了啊！啊，说我这个 account is already registered，就是我这个推特呢是已经被另外一个 email 有用过，所以我要重新注册个推特。好，我重新注册了一个这个推特的账号啊，然后我再试一次。 好、啊，点这个 authorize app，现在就可以了。那、啊、这一步就搞定。搞定之后呢，就点这个 retweet，要重新 retweet 它这个 post，是吧？然后点这个 repost，应该就可以了。那、啊、然后回去以后点这个 verify，嗯、啊，那 finish 要 retweet。 tweet first 啊,你點這個 uh, repost 嗯我再试一次。 我我我我已经 repost，我再试一下这个 verify。好，现在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进来之后就可以这 scroll 啊，点这个 bridge to scroll。然后 stone 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必须要先把以太坊转过去啊。那以太坊呢？ 我我看看我现在这个连的哦，base 上我现在 base 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以太坊，我要先转一下。好，我转了一下这个一点这个以太坊到我这个钱包里面去。然后呢，呃，我记住我现在是用的是 base 链、嗯，那然后点这个 bridge，然后呢。 呃，Switch、uh, Network 啊、uh,，不行，它这个必须要用这个以太坊的主网啊，必须要用以太坊的主网。 所以呢，我还是转到这个以太坊主网上面。那我在这个以太坊的主网，现在呢，它又给你转回到这个以太坊主网了，是、啊、吧？呃，我看一下其他的链行不行？用 mode 是不行的，是、啊、吧？必须要用这个。 以太坊的主网，以太坊主网的毛病呢，就是它要花费比较多的这个这个手续费啊，所以我现在在以太坊上面有零点三四个，我就所以你一次呢最好要多放一点、呃，但是我也不建议超过这个一个以太坊的资金啊，那样的话量比较大，就怕这个项目方出问题，所以呢。 不建议用超过一个以太坊的资金来做这个空投啊。嗯、呃、好，然后我就放零点三一个，然后它我就会得到零点三零五五个这个 stone 啊。然后点这个要花费的这个 fee 呢是零点零零零六三四啊。点这个 send，然后小狐狸应该就会跳出来。 小狐狸会跳出来。好，现在我要花费二十六块的这个这个手续费啊。现在网络可能比较繁忙，所以它可能要比较多。点这个 Confirm。好，它说 Success 是吧？ 然后呢，就应该就会看到这个。好，我大概等了三到五分钟啊、呃，然后这个地方就显示这个零点三。如果你看不见的话呢，过了三到五分钟，你可以回来这个地方刷新一下啊、呃。然后呢，呃，另外一个确认可以，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好，那么除了它的这个。 显示这个 stone 的 balance，它还有这个，它在显示是吧？这是 amount 乘以 hour 乘以一点 per stone per one hour，啊，就是你在这里面的 balance 越多，每一个小时你得到点就越多。那我现在积累的点是零点零二个点，那、啊、每个小时它应该还会再涨。嗯、呃，好，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啊。 哦，看一下，把它转到 Scroll，我们可以去 Scroll 上面看看我们现在里面的 Stake Stone 有多少啊？点一下它的这个上方这个按钮，然后换到 Scroll 这个网，点这个 Approve 啊，就可以。 我刚才好像已经加过了。好，那刚才我尝试把这个 scroll 的加到我这个主网，加到我这个小狐狸里面去，scroll 这个网络，啊。但是加不进去。所以呢，我就点了这个啊 bridge 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先连到我这个网络，然后它在这个地方也有个 scroll，后我就点了一下，它就就加进去了啊，就加进这个小狐狸里面去了。 然后加进去之后呢，你如果要看你这个呃 stone 的话，一开始你是看不到的。然后呢，你要点这个地方，点这个 View on Explorer，它就把你带到这个 Scroll 这个这个 Scan 啊，Scroll Scan。然后呢，点这个 ERC 二零，然后呢 Transfer，然后点这个 Stone。刚才你获得这个 Stone，然后在这个里面有个 Contract。 copy 这个 contract，然后回到小狐狸里面去，然后在这个地方点这个 import token 啊，然后把这个地址写上，写上了以后要稍微等一会儿啊，它这个就就显示这名字叫 stone，然后这个还有个什么 ID 什么的，但是我已经加了，所以他说 token has already been added 啊，所以就就不用再搞啊，然后加完了之后就可以看到你的 stone 啊，零点三零五五。 呃，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balance，在 scroll 的这个网上看你的 balance 啊。那么，所以这是两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这个 balance 啊，也可以呢看到你的点数。另外，你也可以在小狐狸里面转到 scroll 那个网上去看你有多少钱包里面有多少个 scroll。 呃，每一个小时呢，这个点数都会慢慢的往上涨啊，这就是这个 air drop 的这个空投的积分，就是这么搞法。那么我不大建议大家用超过一个以太坊去搞这个空投，呃，一个以太坊三千多已经是比较多的资产了啊，呃，如果你资产不多，用一千刀，就是零点三几个以太坊就差不多了，呃。 这些项目呢，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有比较大的问题啊。呃，这个项目 Scroll 呢是得到几个大的 VC 去投资的，所以它做这个项目就相对于比其他的这个项目要安全得多。所以你多放点资产放到一个以太坊是吧？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是超过呢，我就个人认为呢，就不是特别的建议啊，因为。 你毕竟要把你的资产质押到他的这个项目里面去，所以呢，不建议用超过你资产的百分之五什么的太多、啊，那用你资产的百分之一什么的来做一下就差不多了。好，呃，基本上就是这么做，他这个空投啊。然后呢，这个我女儿呢，呃，最近又做了一个《原神》的这个。 呃，卡米萨托阿亚卡的那个钢琴曲啊，比较治愈的钢琴曲，在视频结束的这个悬浮窗上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是吧？支持一下小朋友，点赞、分享、订阅，支持一下小朋友。好，那祝大家心情愉快，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